个山叫虎口朝上，对着对岸，虎口对正东啊，正中央一叫，好，这慢动作，现在我们做动就画下一叫的动作，按照一叫那个后方的转法，一叫这手好像要画一个毛笔字，写一个一，像一啊，一，一。正面啊，正面四脚，正面回转摔，这个回转摔还是以一脚为基础。这要注意的一点就是，回转摔并不是单独说回转摔，回转摔就是建立在一脚之上。你一脚要先做好，你回转摔才能做啊，就不要说忽略了这个动作啊。你看我们这通常会忽略。就这么高啊，这个肩膀啊比我们腰高啊，就不能做回转摔了，没有效果。对方的肩膀一定比我们腰低，这个是第一个原则，要比我们腰低，一定比我们腰低啊，然后来变换手法啊。那这个回转摔的手法，就是我们在变换手法的时候呢，这个手啊好像在勾回来，这样推出去，要勾回来，对，好像那个火车啊，那个大轮子，好，让我们做一次看，来这边，来啊。比如说我们一脚做好了，好放下来，这个手没有抓，好像勾起来大轮子，哎，好，这样推哈，轮子推，再做一次。这个没有抓，就没有去抓哈，这样，这样推，勾起来推啊，像一个火车那个轮子这样。啊，那现在我们就知道这个回转摔，这个一脚变回转摔这个手法是这样变啊，手心弯上啊，好像我们做前方。啊，慢慢来，好，一脚做好了，这个肩比我们腰低了，这个时候呢，手放掉，这个手。手心这样，啊，蹲要沉腰，好，手勾过来，好，再做一次，咦，啊，这是前方，后方也是一样，后方是按照一脚后方做，然后也是这一种手法哈。只是做一个背转啊，不是向前，是顺势因势利导啊，背转。解决。好，做好了，然后把它这样带动，把它带出来。一，这个手勾起来。好，然后背转，把对方这个头啊往自己中心线带，啊，让它通过我们的中心线。都在这边，啊，然后带动，带着这手勾起来，这是后方这个手法啊，来看你，你看，你看不到。这里勾起来，就这样啊。先来介绍反手摔哈，反手摔这个控制的方法呢，就是说我们抓住
对岸的这个小指、无名指、中指，扣住对岸的大拇指，这个大拇指的根部，我们的大拇指呢按住对岸的手掌背这个位置，然后向对岸中指对着这个方向，说这样，小指、无名、中指扣在这里，大拇指按住手掌背，这个手，两个手是同一个方向啊，中指对着中指，这样。然后转身的时候按是向着他按，然后转腰啊，这控制方法这边看啊，是吧，在这里对他啊，回啊下去啊，然后再转啊，就这样先对着他，然后再转啊，这是正面反手摔啊。现在我们来做啊，前方，哎，没有什么前的话，正面。好，两手夹住对方这个位置，这大拇指位置，哇，手保持在中心线，啊，好，这样，这个手呢，不要直接去抓，从这肩膀这过来。上。今天我们来做天地摔啊。所谓天地摔，就是顾名思义嘛，一个地是按地，天是托天啊，按地托天这个姿势好像按地托天。那我们先天地摔呢，通常有两个动作可以分开来练习啊，一个地啊，比如我们要做地，我们这个位置以肩为圆心，手臂的长为半径，我们在这个地方最容易动的地方，这个地方，那动到这对方的这个死角位置，两脚之间呢、啊，延长线一个三角形，就顶点点啊，这是对方的中心线，而且来到这个位置，啊，一按地，手脚站在这个位置。因为手啊接点不用力，我们用腰的力量呢把它沉下来啊，不是用手去拉对啊，腰的力量就好比我们提起来一样，我们提起来啊，对啊，来按我们的手，假如说我们用手啊这样抬不起来，就接点不用力啊，用腰就很轻易就可以站起来，那上下就是这个原理啊，就把所有力量呢集中在一点来用，就集中在脐下一点，单点呢，脐下单点一点，一点来用啊，不能用气，所以不要用局部的力量，这样，而且这样压不下去啊，这样，啊，来这里，啊，这样压下去，利用这一种道理啊，我们来做天地摔啊，地。通常呢，对方抓住我们，你假如说这样张开，对方还是会压过来，所以说你不要张开，顺着对方，他往内压，我们自己往内压，我们也往内压，就很容易就脱开哈。往内压，同时做刚才那个地的动作哈，好，脱开，地，转身，对，这个手掌呢，对着对方的脸中心线，我们这个手要按住我们的膝盖啊，按住，好，
转一下子弯上，好，好，再看一下，啊，地，这样切开哈，这样切开哈，这样，一，哎，上，啊，天地衰，这个天呐，这个手要对着对岸的中心线，就是说。我们前进进步的时候，这个手啊接点不动，我们这个肩肘要沉下来，啊，好像要去攻击对方，就下颚这样，一下往上推，啊，天地做好了，上好，啊，所以天地衰，天的动作哈，啊，对着对方上来，再看一下，一，哎，好，啊。啊，这天地衰，应用机法，就是因为以我们的八个基本机法，然后配合上各种那个身法，然后构成一种各类不同的这种应用机常用的应用机法，啊，就是。以八个固定的基本动作，然后配合各类的这个身法，那做出来就不一样的一个应用动作。简而言之啊，就是这样子。单手抓四方摔，在这里，后方啊，单手，好，就这样。比如说单手抓就应用到四方摔来，那变成单手抓四方摔。再来呢，就单手抓陆身摔。单手抓哈，就逆单手抓，我们做啊，硬步逆半身，这个前脚逆半身的时候，前脚先退，然后后脚哦收步，手起来到这里，这手哈，这个手腕压对方的大拇指，转推脱开，好，手都在入身啊，这然后做啊一脚。按住，我们注意这个手法啊，逆半身啊，这个手法，逆半身是前脚先动，顺半身是后脚先动，是吧？前脚动，这个接点还没有，要动嘛，一起动，来，把手从中心线起，转腰，按住对方的这个手腕，压对方的大骨。大拇指啊，按压压宽，拨开入身，往这里来，好，这慢动作就这样哈，逆单手抓哈，就是单手抓，入身摔。